在公仔剧情模式下要用什么来切换成 MP3 模式呢？有人知道吗？好，你知道，你回答，你举最快来，什么？不会，来，谁会的？好，来，这位大哥，你回答。滑动的方式。不是，他说用什么来切换模式？好，注意听问题哦，他的问题是如何切换模式，不是把声音放大。来，一二三，举手。你会来，你回答。为什么打大声一点？打逆风车。哦，打对了，好棒啊！来前面来，是不是因为是公仔，所以小朋友怎么都比较厉害啊？来，这边大人区加油一点，好不好？大人区加油一点哈，小朋友很棒。这个感应圈圈。这个在每一个功能下面它都有，那我们借由切换模式也是用这种感应圈圈，不是每次都等我就开始问，然后注意听，注意听，今年最潮商品 0003 iBase 互动公仔声光平台是百年金建特展中小企业馆哪一家公司的强档商品？哪一家公司的强档商品？手放下来，我数一二三，用力举起来哈！这一组 0003 iBase 组是金建特展中小企业馆里面哪一家厂商的强档商品？来，先告诉我你们最喜欢的馆是什么馆？用力的举手，告诉我说这个 iMax 组呢是哪一家厂商的商品哦？哪一家厂商？你们手上 PM 都有写，好了，准备好了没？好了，吸气，好了，一二三，好了，你回答，你回答，你最快，股份翡翠公司，有没有答对？答对了，答对了，全民都讲出来，赶快来，来来来来选一颗公仔，好，好来，好，赶快哦，来。目前先送十个，我们先送十个，我们等一下要再继续送，对不对？我们等一下因为有办抽奖啊，就是你投票抽奖，现场会再抽出十个。好，所以呢，如果说你拿到票，你有投票回来给我们，你都没有走，你都在这里听，你有投票回来给我们，我们也会抽出十个，好不好？你问题没有答对，但就有可能会被我们抽到哦，你有的机会获得我们的公仔，好不好？好，那我们接下去继续听我们的公仔要问你，注意喽。呐喊文创最潮的 0003 iBase 互动公仔声光平台有几种功能模式？好来，好来，大家都举得很快，好来，手放下来，一二三，用力举，我点人，好，好来，一二三，好来，那个后面那个妈妈有几种？那个妈妈几种？四种，有没有答对？答对了，答对了，来，前面选一个公仔，来，前面选。好来，大家要注意听好，它有四种模式，怎么样把声音放大，如何切换好，来偷偷告诉大家，虽然问题有一点难，可是我们这位大哥呢，他可能只录了几题啦，所以可能后面有一些题目都是会重复的，好不好？都是会重复，那我们要来继续上公仔，来，我们公仔要问你，公仔自己问问题哦。有啊，小花。如何将 MP3 模式下播放的音乐变大声？哦，问过了，这题问过了。好，来，手放下来，用力的举。如何将在 MP3 模式下播放音乐的时候，如何变大声？一二三，来，那个小朋友，红色衣服那个，如何？等一下再播哈。
做切换。每个感应圈圈它在上面，在 MP3 模式下的时候，你只要向这个方向滑动，声音变大声；这个方向滑动，声音变小声。在我们第一台阶的部分，所以它直接用滑动的方式就可以让声音变大或变小。好了，那我们继续听公仔问问题哈。好，我们这是第六个公仔，我们要送十个公仔，十个。大喊文创今年推出最潮的商品是。好，来，呐喊文创今年推出最潮的商品是什么？手放下来，来用力的告诉我，请你们最喜欢的管是什么管？好，来，手放下来，准备好了，一二三。好，来，格子的妈妈，来，请问最潮的商品是什么？在公仔剧情模式下有几种对话音乐组合呢？好，你举手了，举手，他举手了，看他来几种，给他麦克风，给他，你举手，四种，不是啊，不是，好，来，爸爸，511种，答对了，答对了，来，再来哪一颗？我们这里有9只公仔会感应，分为上或不上，差别。所以你把2×9次之后是512种，减掉一种，就是上面通通都没有，这样就是511种。好 ，OK， 来，等一下，旁边的观众，我们站后面一点，好不好？不然我都看不到你们，我不是比目鱼，所以我的眼睛只有在这边，没有在这里旁边，所以我看不到你们，所以没点你们，你们就会说，哎呦喂啊，可能都没点我们，好不好？站我们中间一点，我看得到你们的地方，我们还先生看得到你们的地方，你们才有机会把公仔带回家，好不好？都不死心，人家在旁边。